欢迎大家翻返嚟趣味厨房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咧，就喺华盛顿州去拔呢个圣旨啦。每一只圣旨啊，拔出嚟咧都有手板咁大嘅。我哋只需要$15一年嘅入场票，就可以去喺冬天同春天啦。张入场券咧，夏天咧就冇得去拔圣旨噶啦，因为个天气唔啱时候。但是我们都可以去拔蚬和拔生蚝的。如果一家人有四五个人，我们可以买一张入场券都可以，但是我们拔完出来只是可以拿到15只回来。如果买两张就可以拿到30只，哪一位不买就不可以拿回来的。这一种圣旨呢，跟其他地方那些的四方长形鹤是不同的。这一种在华盛顿州，你拔到出来是非卖品，你不可以带出去卖的。在超级市场也都是没得卖，除非你在那些地方的餐馆你才可以有得吃的。在超市买不到这一种圣旨的，所以一定要自己去拔的，如果想吃就。已经到达了海滩了，就先找个车位来泊好的车，然后我们就下车。这个时候就是朝早9点钟的，就10点半就水涨了。我们都不算很早的，但是都是未有什么人的。拔圣旨和象拔蚌都有很多海滩给我们拔的，我们就自己找一个靠近自己家里去啦。亦都要自己睇下佢嘅水退同埋个风速几大，几多点起程，我哋自己计算啦。喺呢个时候咧，9点钟系太早，都少人嘅，但系陆续都系嚟咗好多人嚟捉噶啦。最紧要系带齐架撑，而家我哋又开始拔圣旨啦，亦都好多人开始喺度揾系点样拔咧，个个系咁耷低个头望啊。就望喺啲沙度，如果有一个窿，佢会有啲气泡出嚟啊，嗰度就会有只圣旨噶啦。所以个个都系耷低头喺度望啦。最好咧，我哋就准备一个用具爱嚟拔。如果冇咧，攞一个铲嚟嘅铲都得，但系嗰个做法咧就好慢嘅。咁如果我哋有一个用具爱嚟拔咧，一望见有个气泡，我哋就即刻插入去。插得够深咧，一次我哋就攞到；如果唔系咧，就要插第二次噶啦。插个用具入去时，我哋拎出嚟啊！首先我哋望一望，如果个窿咧有只蚬咧，我哋就唔需要插第二次，跟住我哋就放只手入去攞佢出嚟，咁就得噶啦。如果拔到一只太过细咧，我哋都要攞噶，唔可以掉翻落海噶。如果俾啲守卫见到，就会罚你噶。去沙滩拔圣旨咧，就唔需要戴口罩嘅。不过佢太过大风，你都系最好戴翻个口罩，因为呢风吹入去个面度咧都几赤下嘅，所以呢啲大家都要准备噶。而家咧就开始水涨啦，水涨我哋拔嗰阵时候咧，最好准备一个箩，将嚿泥摆落个箩度，然后就攞翻只圣旨出嚟。如果唔系你冇个箩咧，一个浪嚟咧，你只圣旨就唔知走咗去边度噶啦。所以
呢啲都要準備噶。呢、这個時候咧就開始浪大啦，一個浪打埋嚟，佢就唔係好深嘅，但係整到個個都企唔穩啦，連我副影相機都周圍喐啦。咁開始我哋就翻扯啦，最好我哋去掘險咧就準備一套呢啲防水衣啦。準備套防水衣咧，我哋就唔使帶啲沙翻屋企啦，我哋就將嗰套衫除出嚟就可以走得噶啦。如果你唔著防水衣咧，我哋一定要準備多一套衫上去嘅車度換啦，同時亦都要準備用啲樽裝啲水去洗手，洗少啲沙啦，因為喺每一個沙灘都冇洗手間。同埋更衣室嘅呢啲，我哋一定要準備啦。我哋走嚟或者走翻斜，喺嗰段路都係啲水啊山嘅，好少居民住嘅，所以咧我哋就需要啲水或者預早去半個鐘去咗洗手間，先走入去個海灘度，因為裏邊咧冇我哋想象中咁齊全噶，洗手間啊、更衣室、水都冇噶。華盛頓州有十幾廿個海灘可以捉到聖子同埋象拔蚌或者掘蜆捉生蠔，但係個個海灘都冇更衣室同埋水嘅。我哋今次去拔啲聖子咧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入場券嘅，所以咧就捉到幾十隻。最好咧，我哋用一個膠桶裝翻本身個海嗰啲海水嚟裝翻啲聖子，擺上個車度翻扯啦。如果你唔俾翻啲海水咧，喺途中如果走嘅時間長咧，啲聖子咧就唔得新鮮噶。翻到屋企咧，我哋就將啲海水倒咗去，然後就用翻我哋屋企啲水喉水，用個盆浸佢一兩個鐘。浸咗之後咧，然後我哋就劏開佢整乾淨啦。點樣整乾淨呢？下一個節目咧，我就整俾大家睇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呢一種聖子點樣可以整到乾淨好食咧，就留意我下一個節目咧，我就會同大家分享嘅。而家咧，我哋浸完兩個鐘之後咧，整乾淨。如果食唔曬咧，我哋有真空袋咧，就將佢真空嚟留翻慢慢食啦。呢一種聖子咧喺華盛頓州咧就一定食到，如果有時間去下玩下捉下，唔好錯過機會啊，係好好玩噶！好板咁長嘅聖子整出嚟都好大隻嘅，但係呢一啲咧我就未整乾淨噶，淨係攞咗個殼出嚟嘅啫。咁大隻整完之後炒一炒佢，好嫩滑就好好食嘅。將啲聖子整乾淨之後，攞曬啲腸啲肺出嚟，我就放入個真空袋度真空佢，慢慢食啦。放入冰櫃冰住佢，慢慢食啦。每一次我去咁多個人去咧，捉親翻嚟都幾十隻嘅，淨係湯都有排做噶，淨係處理咗啲腸啲肚，我哋都好多功夫噶。多謝大家支持。邊一位網友未訂閱咧，就幫我撳下個噹噹，將我啲節目咧分享俾家人同埋朋友睇啦。大家有咩問題咧，可以留言俾我，我會覆大家嘅。再見。